腿都没有软骨长，那还得了？那我岂不是小矮人呢？斯尼主号了，记得回我一下。回你干啥？你要买车是吗？西西，你说这话容易挨揍啊。你今天很可口，看看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这讲话好像怪怪的呢？后排的空间是够大的啊，后排空间是够大的。16寸，20寸，什么16寸？20寸，男神，你的号是被盗了吗？为什么今天怪怪的？这一台是这个2019年9月份上牌原版车况的，原版车况三个面喷漆，黑粉了吗？63000公里的，63000公里 A645甄选动感型哈，45甄选动感。带那个大轮毂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空间啊，空间这个我们这个后排都是已经往后调了，还有一个大半臂的一个距离，大家可以看一下。对 ，A6 的空间的话会比 Q5 更大一点哈 ，A6 的空间大，这个是3米的一个空间轴距哈。对，像我们大家都知道，比 Q5 还要长10公分左右。其实是要都是拿来商务接待的嘛，对不对？都是来商务接待，所以这个空间这个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哈，完全不用担心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哦，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哈。空间这个是没有 ，A6 怎么是20寸轮毂？它是选装的，是顶配，顶配啊。对，常规的话，这个车子这个配置的话是带的19寸的单色轮毂哈。对。19寸单色轮毂，然后的话这3200块钱原厂选装哈。如果近期有买新车的，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车。其实选装的配置还是比较不错的啊，3200块钱4个20寸的10幅双拼色大轮毂哈。嗯。然后欢迎唐老鸭，唐老鸭每次在我要下播的时候他就来了，他就跟我说，哎，赶紧去吃饭，你看又来了又来了，又通知我去吃饭去了，他生怕我饿着。挺好挺好的。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宝宝啊，欢迎大家，然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账号哈，这个是我们二手车的账号，我之后早上都是在这个号播，所以那个我们新车过来的老粉们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账号，上午是播这个号，然后下午是播新车号哈。对，车子的话也有特价哈，只要是我们直播间粉丝老铁有购车之前一天就有点关注加了我们粉丝团的老铁们哈，就可以享受到我们抖音粉丝的特价。这个灯牌哈，水要不要喝一口？你送一箱过来。感谢我们那个新加入粉丝团的宝宝，那太快了，我没看到是哪个。然后这个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看的车型或者是想问的问题啊？我在地里晒两天就跟你腿一个颜色。大家还有没有那个，哎呀，我们摄影师，咱就是说摄影师人家都已经成绩压了。谢谢我们小鱼送出的小星星啊，谢谢谢谢小星星，小礼物就不要送了哈，就不要送了，大家可以给我们亮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就 OK 啦，其他就不要刷啦。我的账号是这个吉吉殿下哈。还有没有 A6？ 目前展厅是只有这一台，如果您真的想要那个 A6 的话，可以点击我们下方小风车留下您的资料啊，说出您想要哪一款 A6， 我们可以帮您找找。目前我们展厅这一台的话是一个2019年9月份上牌的奥迪 A6L 45甄选动感型，带20寸大轮毂的哈。新车落地多少钱啊？新车落地大概在43万多。 A6 最近已经开始涨价了哈，开始涨价了。45甄选型的这个配置呢，现在落地不带大轮毂的大概在43万出头一点，那带大轮毂的话又将近逼近44万的一个价格了哈。18年 Q3 5万公里回购多少钱哈？具体的看您车况，使用的车况有没有事故，有没有刮擦，还有就是成色怎么样哈？我们会根据这些工去评定哈。我们有专业的评估师，如果说您方便，可以开到我们店里面来，让我们专业的评估师给大家去做一个评估。因为乡长是跟贝利的话，是我们做这个直播在卖车哈。虽然车我们有收，可是我们不是专业的。谢谢西西。谢谢我们西西送出的亲吻哈。男的别说话，你不让乡长说话不够专业啊，对不对？你必须乡长必须讲话呀，他是我们这个账。